睡了，这边是，看你要不要 record 了，但是没有什么了，讲是讲而已，讲，解释为什么，讲到以前那个清溪还是洪门的弟子而已，也为什么他会变坏。对了，我与源源不绝的勇怪。Remember here。谢谢你帮助我，好久没有使剑，这么快就没力了。白武奇是很久以前在这里创立白青派的首代掌门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在被关进雷狱之前，把武具交给白武奇了，但是在这附近怎么找都看不到他呀。我怎么想都觉得他是为了躲避秦夕颜而跑进去的。虽然我想亲自去看，但因为尚未恢复气力，没办法通过前面的结界啊。你能代替我去把武具给拿回来吗？嗯，首先找看看白武奇的尸体吧。他要是朋友的话，就算是丢掉性命，也会保护武具的。少女，我没看见，会不会是突然消失的亡灵，或是幻影啊？总之，这里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就变成了会出现超自然现象的地方。给我打起精神，集中一点。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卷入过去的时间，永远被关在那里。就算皇帝的武具再怎么重要，你也要以自己的安全为先，务必铭记在心。对，飞的时候啊，跟 Miss Q 啊， Miss Q 从头来过了。这是月之殃恐凤，真是厚颜无耻。你以为这是哪里？竟敢随意闯入秦夕颜！不能放你去白武奇大人所在的飞月峰。一定要守护结界。
战记哦 The History of 秦始皇讲话的讲的你要听的故事我夕颜啊快点快点逃命去对啊委托已完成。什么？犯下了滔天大罪，赶紧消灭他！又跑回去，跟他陈思燕能又跑回去，跟飞叶都对话，别啰嗦，就要跑来跑去了。
看，白色的。你一直跟我讲武僧是好人，武僧是什么什么世师什么世杰什么，这么，初次见面呢、大侠，正式的跟你打声招呼，大侠，我是天下四杰之一的剑仙飞月。大侠刚才看见的飞月峰是记忆中过去的一部分，这把神秘的剑不知何时开始存在于这世上，是把可以随着人的意志展现出变化无常的能力之武器，打开仙界和魔界的门啊、虽然我还想跟你再多说一点，但我的状况不允许啊，务必记住这悲剧般的过去是没有错，我只是不想再让夕颜犯下更多的罪过了，要是大侠可以阻止这一切就好了，在不远的之后会再见面的，大侠，那么夕颜就拜托你了。哇，这样快啊，你up这样多啊，我不给，那种拉丝爷的我就哎呦，叫醒的是谁呀、我身真是混乱还是混乱呢、不是，这强大又明亮的气息，炎是你吗？秦夕炎，那奸诈的家伙、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真是令人悲叹呐、我叫做白武奇，鸡蛋糕的那个，九林最大的门派白青派的掌门人，我是从小在旁边看着飞跃大人的剑术长大的，我的愿望就是成为他的徒弟，但因为天下四杰不能收徒弟的关系，
只好放弃并自学了。但是在那之后，飞月大人却打破禁忌，把齐夕颜收为徒弟了。齐夕颜怎么能用仇恨报答那么大的恩惠呀？再加上把我们白青派……闭嘴！是在包庇齐夕颜吗？现在看来你不是颜的部下，没错，你就是齐夕颜派来的间谍，谁都不能碰皇帝的武具。作为颜的朋友，绝对会保护这个武具的。哎呀，你这家伙，齐夕颜的底细，去死吧！靠近我台那边两个我现在杀死你，很靠近我台那个 server 那个 game 了。现在还不能使用，哇，跑过去啊，我的一个倒飞。哦，这里给把剑是吗？是吗？诶，有没有到没？打，跟那个鬼打是吧？怎么会？啊，对啊，不知道怎么打的这个关关，差点死了。诶，不是过来呗？亡灵全都消失了。我你有点过了，哦，我还差一点点呢。因为我的委托，让自己的门派遭遇灭门之灾，而且在死去之后还守护着武具。这恩惠到底要怎么报答才行呢？打完了喽，现在得去见左将军才行。还有汇集力量之后，打完这边是吗？还有就能够掌握状况了。还没有打完，我们要先离开了。那么就在冰雪村那边见了。谢谢，在冰雪村见。我这就先走了，赶快跟上来吧。这个看过了，这个。